2019年马上就要结束了，即将迎来全新的2020年。回忆这一年，我们做了很多非常酷的事情。我有些游戏的系列还没有录完。总而言之呢，在新的2020年呢，我准备多更新一些视频，而这个呢，还会去尝试一些比较经典好玩的游戏。那么今天我们来玩点刺激的，没错，我们一起来玩 Toilet Run， 可以翻译成厕所跑酷吧？厕所怎么跑酷呢？我们游戏的目标就是在有限的时间内找到上厕所的地方。俗话说人有三急，这个上厕所憋不住的时候就要去找马桶。在这个游戏里面，我们如果没有及时的找到马桶，我们就拉出来了。哦，这个音乐好刺激啊，像迷宫一样的。右下角是倒计时吗？112秒，感觉还可以吗？它下面写着 Sun Lives， 是指生命值吗？为什么会有生命值？我要上厕所，我要上厕所。哦，憋不住了，憋不住了。厕所在哪里？哦，这迷宫好大呀，我真的能在这个时间内找到吗？第一关就这么恶心吗？哎呦，有点晕三 D， 哎呀，死胡同，不行了，不行了，膀胱要炸了，膀胱要炸了！哎呀，不知道我这是大的是小的，怎么办？怎么办？怎么办？哎，我第一关就过不去吗？我这是回到一开始的位置了吧？厕所呢？厕所，62秒了，还有1分钟。哎，我找不到了。啊！绕来绕去厕所还是没有，50秒了，到底在什么位置啊？哦，在这里。哦，爽，哈哈。哎哎，我们这次是在大森林里面吗？找个树旁边一蹲就解决掉了呀，为什么非要找个马桶呢？这深山老林哪有马桶啊？哦，那面是茅厕茅房吗？哇，太好了。哎，这不是，这是一口井。那茅房在什么位置啊？哎，哎，厕所在什么位置？好像还在下雨啊！随着这个雨降落在我身上，我就更加想上厕所了。听着这个雨的声音，哦，不行了，不行了，不行了！我要上厕所。虽然不在同一时间，但我想去同一个厕所啊！哎，这怎么像有一个古代的遗迹一样？在哪里？在哪里？还有55秒了，跳高一点。哎，我还是没有看见厕所在什么位置。这个是吗？这个不是。哦，那个是茅房吗？啊，我们马上就到茅房了，加把劲，43秒。哦，憋不住了，不行了，要漏了，要漏了。哎，快点快点。哎，这个不是茅房吗？哦，这个不是茅房，那厕所在什么地方啊？哎，我找了一圈了，没有啊，不会是在山顶吧？我们还有24秒，在什么位置啊？18秒。哦呦，这有一个巨大的半身像。哎嘿，我找不到了，我要漏了。哎，到底在什么位置啊？4秒了，3秒了，完了，完了。Too late， 太晚了。哦，这地面上黄黄的一滩。哎呦，这一下就开始。哎，我就2条命了。是在水里吗？哎，水不行啊，进不去。我就直接在水里解决掉就好了嘛。哎，就剩50秒了，我2条命都要没了。哦，马桶就在那边，我看见了。哇，为什么？为什么是在那么不显眼的地方？哇，啊，它这个马桶是随机出现的吗？我这次怎么看不到了？我这眼睛有点瞎吧？我觉得我应该去最高的地方往下眺望，说不定还能看见。我能上这个石神像上面吗？这边是没有的。啊不，我又要挂掉了。哎，才2关呢。啊，我又拉裤子里了。我重来的吗？哦，3条命没了就会重来？哇，那之后的关卡会多难呢？哦，哇，第一关还是很简单的，又到这2关了，完全靠运气的游戏。62秒了，在什么位置呀？马桶？哦，在中间，在中间，我看见了。哇，这次好轻松啊！它每次都是随机的，这怎么在河边了？哦，太不容易了，我马上就要兜子了。哎呦，变成一栋楼里面就有辆汽车，这能开门吗？哇，还弄得挺豪华了，现在感觉这个应该很好找吧。但是怎么没有马桶，就有钢琴，什么鬼啊？钢琴我能弹吗？哎，那马桶在什么位置呀？哇，这游戏坑人的吧。哎，马桶在哪里？马桶在哪里？这么大的房间我还找不到个马桶。哦，门是锁的，那我得找钥匙。钥匙在什么位置啊？哦，我懂了，这关是找钥匙。哦，我的妈呀，钥匙在什么位置？钥匙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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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没看见呢，没看见有钥匙呀。
请能告诉我钥匙在什么位置。哦，钥匙在这里，找到了，找到了，快去厕所。哇，谁家会把厕所给锁上啊？哎，门，哎，厕所的门在什么位置来着？厕所的门在这里。哦，哇，释放出来了，哈哈 ，You made it， 我做到了，是太不容易了。哎呦，这什么？这是在医院吗？还是什么地方？哦，这是越来越难了，我要找钥匙了吗？哎呦，这个门可以开，这门感觉多了很多道啊，这是什么门？哦，这个门是锁上的，然后呢？好黑啊，看不清了。这边的门能开吗？回到这边，哦，这边的门也能开。所以说我现在一把钥匙也没有找到，这个也，哎，这个也是锁的，为什么？哇，好多道门呢！哇，这个门还能开，钥匙呢？哦，这里有一把钥匙，这个门能开吗？都，哎，为什么有钥匙也开不了啊？那到底哪扇门才能开呀？我没搞懂。哎，这什么东西啊？嘿，我要上厕所，这出来个骷髅，什么鬼啊？那骷髅是会追我吗？这里有钥匙吗？哎，这里还有一把钥匙。哎呦，这骷髅一直跟着我，哪里才是真的？哎呦，这是死路，这是死路啊！骷髅就不行吗？哇，越来越难了，这个门也是锁的。我们记住中间那个锁的门，千万不要去解开它。这个钥匙是随机的吗？我又拿到一把钥匙，这个门开不开？等一下，我们中间这个不要开，我们开这边的。这边是不是有锁住的门？有吗？有吗？哎，这里有一把钥匙，为什么有两把钥匙？难道说现在有两把钥匙才能打开这扇门吗？哦，哇，要两把钥匙才能打开那扇门。我的天哪！哎呦哦，这怎么变海岛上面了？这不给我一点喘息的机会啊！我这还没有擦屁股呢，就来到了这一关，这第几关了？里面还有房子，像帐篷一样。我还是需要钥匙嘛。啊，不管那么多了，我们先过去看看。我们现在还有两条命。这里面有东西吗？这里面没有东西啊。哎，没有东西啊，就要去帐篷这边找东西吗？都没有啊，都没有。好吧，可是厕所在什么地方呢？那个帐篷，我觉得希望比较大，要憋不住了，一会儿整不好就漏了。哎呦，这啥玩意儿？哎，里面有个东西，我拿不到啊，好远呢，完了，我觉得这次也要完。哎，什么都没有啊。哦，那里有个房子，可是肯定是需要钥匙的。哇，茅房，哎呀，果然是需要钥匙，钥匙没找到啊。这个地方，哦，有个箱子。哎，箱子还是锁的，这个箱子能开吗？哎，为什么连箱子都是锁的？我该怎么办呢？这关完了，就剩16秒了。哦，那面还有一个宝箱。哇，可是来不及了，来不及了啊！这个宝箱什么都没有啊！这个啊，我们就剩最后一条命了，要不然又要重来了啊！不行的呀 ，Come on。这个上面钥匙会不会还在同一个地点？都不在同一个地方了，那钥匙会在什么地方？车的后备箱吗？哦，这边居然它也是可以找钥匙的。房子后面呢？哇，它居然在房子的后面！哇，玩个上厕所游戏都要被憋死，不憋死也得被吓死，这什么玩意儿？我觉得答案应该就在这个小房子里面。这个房子里面，也没有钥匙呀。OK， 这里肯定会刷新出钥匙的，时间还是不多呀。哇，憋不住了啊！咚！哎，门！哦，终于过去了！天哪！哇，啊，我们就最后一条命了，这怎么是在岩浆啊？这一不小心会掉下去吧？有的地方跳不过去啊！哎呦！走，好，跳，有钥匙吗？有钥匙吗？哎，什么都没有，我走了半天，什么都没有。哦，厕所在那边，我看见了，这里有一个箱子。Come on！ 哎呀，哎呦，差点掉岩浆里面。这个箱子里面有钥匙吗 ？Nope。啊，什么都没有，你在逗我吗？那地方箱子，我什么都看不见了。哎。哦，我看到那个地方有箱子了，
啊！又要重来，我又玩到岩浆这一关了。他这钥匙全是随机的，这里面有吗？什么都没有。我的天哪，我都开过一遍了，难道说在这个上面？不会是在这个上面吧？哦，这个地方有一个宝箱，这谁会看到啊？没关系没关系没关系，稳一点稳一点，我们这一关只需要不停的找这些宝箱就好了，位置全都知道了，就没有什么难得住我们的了，对吧？我觉得是可以过去的。哎，这次一次就找到了，嘿嘿，我们就一条命了，不要掉下去，嘿嘿嘿嘿，哇，太不容易了。 Nope。 哎，为什么是锁的？为什么找到钥匙了也打不开？难道说这个宝箱是上锁的？那刚才我也没找到钥匙。哦，这里才是最终的钥匙吗？可以可以。哦，85秒，可以可以可以，这次可以。哎，哇哦，哇哦，这是最后一关吗？ You win。 哦，解锁了成就 Gold Toilet 黄金厕所，什么鬼？哇，太不容易了，原来上个厕所都这么难，只有你们想不到，没有我老李做不到的。好，那么今天这个 Toilet Run 厕所跑酷就玩到这里了。那么非常感谢你的收看，太难了，我太难了。我是李鱼，下期视频我还会遇见你。记住每天保持微笑， Tomorrow everything will be fine。